泰安太平园，再来恭请洪尚阳县长以及我们陈彦文立委，民雄乡的大家长、何乡的乡长，我们大岁庙的董事长，以及咱今年今年多主，麻烦咱今年多主，还有咱文化观光局咱今年主管的徐友元局长，我们先来我们的圣火，咱准备未来音会。因为咱来准备，要来恭送咱的大师，来安排完咱所有贵宾，咱现场有咱的林立颖议员，以及我们黄华南议员的服务处的主任，我们孙维忠乡长陈文忠议员、林志文议员，以及我们林秀琴议员，还有我们代表会的江水林代表、王秀清代表。以及我们的刘雅文男议员，还有我们刘光龙大脚，还有我们关张坤坤的楼一庭船长，就我三年两万张船长，我们的胡东一村长，黄光一村长。以及我们民雄分局的苏分局长，麻烦我们苏分局长，来，咱站起来哦，来分规啊，分规哦，咱话点火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点火哈。咱尽量多跟旁边啊，来麻烦咱管长咱地委以及我们乡长还有董事长，我们在大四爷的身旁。其余的我们要麻烦从我们旁边的小心托底，让董路线，让董路线。关文平呢，一起共同一起共同我们来点火哈。来所有人家对面大家麻烦注意咱的安装问题，注意咱的安装问题。岁主碧海尼，恭上大师爷世驾，青天辉煌。而且要来追求咱大事业，比如咱今日会发挥当圆满成功，常务会普陀先先进大捷，大家会当合家安康。同时，要感谢咱所有贵宾，大家咱来相亲合掌，来恭送咱的大事业，邀请咱所有贵宾来点火恭送。来，咱所有贵宾，麻烦咱头前面，所有贵宾，咱暂时要来领跑，暂时要来领跑，为着各位安全，要麻烦大家，咱为着咱的安全，要麻烦大家，咱小可往后壁边来，咱提前吼，感谢，祝您大家无方便的所在，感谢大家。来，注意，麻烦大家注意安全。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，现在的翁县长。